我们看这题目，设 A、B、C、D 是属于这集合里面的元素，求这行列式的最大值。那么首先呢，这行列式 A、B、C、D， 这等于 A 乘以 D 去减掉 B 乘以 C。 好，那么 A、B、C、D 呢，我们要从这负1、2、3这里面去选，那么要使得这值最大，那么前面我们选择这 A 是等于 D 等于3，那3乘以3最大这里得到是9，那么要减掉这里呢，我们要让它产生是负的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不妨是取让 B 是等于3，然后让 C 是等于负1，则这 A 乘以 D 减掉 B 乘以 C 就是等于3乘以3，然后减掉这3乘以负1，所以呢这等于9，然后这里是负3，减掉负3就是加3，因此我们算出这最大值为12，这个答案